选的是宽版式的，弹性非常好，它是做不修边的，不修边的，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小资的话，你们可以直接把它剪掉就可以了。帮大家做两个口袋，所以呢可以让大家就是在就是比较不会胖胖的感觉，然后你看起来会比较偏瘦。身高167公分哦，所以呢你们不用担心长裤的部分，长度的部分我觉得小资你可以自己剪短，然后的话呢你们可以直接穿，就像我这样子穿个平底鞋我觉得就可以了，真的是超级舒服的。平常呢就是很爱穿这种棉裤直接出门的，面料真的是超级舒服，一样是那种 MIT 棉料材质，不易皱的，整圈都是松紧，所以它的S 号 M 号 L 号其实都可以穿哦，就是都可以驾驭得了，你们不用担心。跟着巨人狗时髦带着走，请给爱心哦。